当你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陈淑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今天我们的主角简秋月阿嬷，今年已经78岁，自小在台北医院看病大汉，后来跟他的先生在网咖走江湖讨生活，一直跟先生往生，才结束大字头的日子。他接受资助做环保，一做就得要20年了。不过最近3年，阿嬷的目睭因为近视病变导致失明，他的生活跟做资助有什么改变呢？我们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就叫安尼，无唔知冤仇爱报，你看卖啊！伊感情啥无呢？啊，伊就对伊较赞的，啊对我用飞刀就给我射，哦，做不了。吃过西边来兴旺，寒冷大风过放荡。我三年啊，四年都挂目镜啊。因家古早人哦较强啊，啊目睭难去听吼，都啊无要带你去医生看，神经萎缩啦，神经萎缩啦，一时啊就无看。反正都唔是会好讲。嘿啊，人即间有咧讲安尼，谢几十块，中山路才一间啊。无效啦，先生若看我，就逐工来学说啊。大家厝边真好，
嘛知啊。哎呀，这网络怎样这啊？啊，这会做啊？对。那买多些西瓜。哎，挂掉嘛是去得呀，你啊，哪还不要？对。说八头里哈，谢谢啊。嗯，手臭毛毛，都要等我来牙膏牙膏问。嗯，我来牙了哈。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呀，呀，这个膏牙呢？安尼涂，安尼涂，哈，较安全。我要自己买呀，自己买好过。啊，我自己呀，大拿也自己呀。哎呀，啊，我拢不爱牙，讲牙过来歹看个，不爱牙。啊，今嘛无牙就袂用的咯。老早老早，无啊，过街，今仔无人通拖了，你无看遐？对啊，我就是在过街啊。嘿，还没过街就对。嗯。秋月阿嬷要出门的时阵，厝边拢会牵伊到位。啊，不过有当时啊，大家无闲，伊都爱靠家己，一个人夹着拐啊，慢慢啊行。哎，唔知倒一间，啊，你有啥个？我刷个，我刷个底啊！哦，阿弥陀，阿菩萨。哦，我今日唔知倒一间，佫也唔敢看啊！好啊，第二间。我来不行啦，开始啦。嗯。啊，你今仔日来坐啊，足趴着啊！我要落去水水啊。落去水水啊！阿文啊，哦，你呢啦？哦，干啊，另外家己用。哎呀，啊！啊，要客家报纸都去哩。要报新闻，要报的啦。那，都，那。爸爸很醉啊，开窗很快啊，所以我们要叫他来妖怪啊。来妖怪医师有点只有这个环保的问题。嗯，可以在早期那个年纪哦。都会把比较重贵重，比如说像书本啦、那些五星类啦，会拿下来到我这边。但是现在年龄大的话，我不敢叫他们拿下来，所以说慢慢的现在收的话，就是以纸张为主要的。早一点呐！啊，来来来，不要等了。就是说老人家一定要动，要活的话一定要动。以前还有还可以推车，现在不行了。那我有一个概念哦，不能让他不做。但是有一些当然就邻居啊，会一直跟他讲说啊，老婆上麦啊，你遐坐位啊，那个目睭做不好，卖做了。他就偏要继续做下去，他就泡澡呀。来，我上手要给你比落呢。好啦好啦，每次这下恁外交的，啊，逐天都来阮家，伊若无来，我老怪怪，打电话去问。安尼较搞笑，好哩嘛！哦，你把他当成自己妈妈，都跟这样跟开玩笑，拢无大无小，啥物话都讲起来。啊，我咪甘骂，伊咪甘骂，有时候他还甲我干叫嘞，个三字经嘞个。老干，你嘴亏人都甲你吐槽啊啦！我是退休红的人。妹，叔姐，你若要分给伊哦，你分给我较难啦。对啦，较难啊，系啊。系啊。我当时也去搞错啊！我当时阿弟也搞错啊！钱无关的啊，这是老父。伊年轻的时候就是你帮搞大枝头啊，我能给大枝头啊。吃香烟啦！有能力，有能力啊！啊，吃喝酒啦，嘿啦！啊，讲话三字经啦！嘿啦！现在你在搞伊个，伊要哪家？我家在阿妈有这么侪好厝边，拢家当做妈妈，家做伴开讲。过会牵伊回去厝诶，不当时啊，过会替伊搬回收顿啊。有啊。行，走。
原边遐，我十来天就给人啊。我嘛常常甲阮老母讲讲，我第二个尔，你就甲我给人去。啊，你后壁佫生三个查某，你若袂给人，伊讲啊，迄个大家好朋友爱着，伊就咁要挃个啊。讲啊。啊，以前因为是做啥物工课？因家，我甲伊讲，因家咧开一个大钱啊。也多钱啊？你嘿啊，人客呐来啊，只好坐个陪酒啊，啊来咱家安尼桌顶趴落去，啊多爱啉烧酒，哦，啊咱家有查某，啊就陪伴伊陪酒啊，啊人客呐要唱曲哦，哦就爱叫曲先来为先啊，爱再唱曲给人客听啊，安尼啊，人客呐要。叫菜馆，我嘛爱去共叫啊！啊，伊若要叫小姐，看因家住一道，我嘛是去共叫啊。阿嬷做囡仔迄个年代，伫咧台北圆环边是真闹热的红灯区。迄个时阵流行着一句话：“顶岗三楼食台湾菜，听个大唱曲。”伊就是伫咧大囡仔大汉的。后来就阿公要甲我回礼啦，我就走出来啊。无咱若行出去，就要安尼，甲你安尼，手就要安尼乌白来安尼。所以我是忍耐，甲讲我满二十岁，讲啊，我来出来，唔再来，再来放假，再来放假，唔再去实习阮先生。爱老爸咧剃头啊，爱就甲老爸斗剃头啊，那较无信吼。啊，就两个出来，就来，来电影街来看戏哦，看电影，安尼啊。迄阵两三个哦，你看，我甲敢那敬伊尔哦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啊，伊个烟头，哈哈哈！啊，佫唔知讲遐歹着，爱跋脚去，佫逐项有，无一项无。我拢听日本歌啦。你唱两句好听。好啊，两句哦。好啊。生きてる限りはどこまでも垂し続ける恋ねら鈴木に汚れた私でも。ほれまれほれまれほれまれ愛してほしいのよ。两句啦，唱一拍戏啊。生きてる限りはどこまでも。探し続ける恋ねぐら傷つき汚れた私でも骨まで骨まで来啦哎，到我吃苦，我吃苦，唔捌看到你呢。啊，高中啦哈。好啦，就你讲。哎，你去穿安尼哦。就是培养嘛。大家再来弄啊。你有看人行无？等下去刮刮刀。啊，伊就唔爱插我哩。阿叔嘛是只鸡，阿叔嘛是只鸡哩。我喜欢买，会带差不多三十年。对啊。多少三十年？这阮小姐吗？你相识偌久啊？哎呦，啊，阮都同识啊，五十年咯，五六十年咯。啊，因先生就是阮先生的弟弟啦。因家拢吼，啊，细细拢托帮细，唔敢食饭哦，较紧要紧来做。我嘛早时无食饭就去做。我嘛是咧讲做钢管啦。嘿，是阮大兄啊，个性也嘛是袂歹啊。啊，有时啊爱跋脚安尼啦，饮烧酒啊。嗯。你去兼讲钱，去娶查某。嘿嘿。我记得小时候就
开赌场开蛮久了，挂无业游民。小时候没上过班嘛，我记得是没上过班。那最后是有做那个盖房子的那个工寮，最后一段。那家里的亲戚？我妈，像老大的话，国小就没读了嘛，然后老二也是国小毕业，然后女生差不多也都是在打零工，都有上班了。老妈婆的意思就是大指头啊，啊，我都应该流氓家就是安尼，懂跳啦，人啦，吃好吃啊，啊，这就是。这就是敢那那个老麻婆，唔知系安尼。啊，大舅啊，啊，两顿饭哇，啊，我无出来。阿妈回来放假行行，的餐准是穿越时空隧道一样，登记过去的记忆，景物依旧，嘛拄着真侪厝边。阿妈心肝内时时拢挂念着放假。哎，你个背影啊，你，哎。阿明那大汉仔都二七岁啊，你安尼讲。爱是的呼吸诺哟。啊，阿姨死去了，我刚刚那讲大汉呢，安尼两个趁学只囡仔读书呢。你说阮先生死去了，我心就直直向神去啊啦。啊，来酒家来天来迄落，遐毋是做咩无？你说我家己就讲我讲啊。买个带带起来，要来归心，要来下骨咯。阮头家因换跳的啊，因某伫做委员呐，啊伊就来甲我讲，伊伫要来，比如遐，我讲好啊，我转来来，比如讲得汇钱。啊，阮咧以前阮只家母讲的啊，伊讲师傅你讲的，粪扫要换黄金嘛，啊，等我来叫来帮忙人来叫一寡平民来讲好啊。要笑就来笑啊！我就转开始笑啊，对啊。他看不见啊！哎呀，我们要把他的定点收起来，就想说年纪大了，可是他会觉得说阴没掉，他这样子摸着做，对于我们这些明眼人来讲，真的是一个启示啦。这附近的人也都很感动。不是我讲，我目睭有看就是要做。我无法度啊，虽然无看，我嘛还佫小可看一个白啊，伫个遮。有啦，有看到这个，有看到这个无？有看到这个啊？看到这个无啦？哎，安尼无看啦。遮咩啊？是咩？哎，来无看啊？我有看到这个安尼，这个。有看到脚啊啦？哎，对。看到母亲节到啊？嗯。你那囝一定会问你讲，阿母啊，你要挃啥？啊，我你讲一台电视，免大出大台的。小台啊吼，我要我地高台就好，安尼，讲我市区就地高台，我要听师傅开始，安尼。厝边阿瑞啊，每一天来阿妈因兜几啊届，伊就产出的是阿妈的目睭，替伊顾前顾后，大家拢想讲伊是一对母仔囝。天德，这一斤一斤69块，对哦。这啦，好镰刀啦，啊这哩，这镰刀嘛是60哦，他们都吃啊，伢咱无传来，他们都吃啊，卖过来干两粒米饭，吃，嗯，就安尼。阿姨讲，我就甲买衫。伊讲要买衫，我就甲买衫。也好。老师教。哈哈，他们接你，你那个等候都快讲。不，快进来啦！好了。天气啦。我都会甲有一个干妈，咱就甲讲干妈安尼，手骨砍嘞，安尼会活到阿妹。哎呦，你给他提醒啊！你家己多叫我，电话摆来讲，你家己讲提醒啊！就再过来讲啊！对啊，啊，遐若见两个月才讲。好。哎呦，你好无哦！阿瑞啊！你看这边还袂吃吼？哎呀，啊！好，嗯。这边啊，是啊，变贵，这个变贵。无啊，这个才较变贵啊，这边较。这红的新鲜的。
以前叛逆是阿嬤比较担心我啦，就有的时候没有回家而已。你会觉得阿嬤很辛苦？阿嬤会啊，我才就是比较爱跟他玩吧，就跟他闹这样子。就是还没当兵之前，就是没有想那么多，可是当兵之后就是想比较多，所以会担心。当兵真的大人嘛？嗯。什么啦？这对恁无买啊？你穿的你要穿？啊，我倒在底下烘啊。哎呀，你都没穿，要穿的烘裤。我有冻呢。我是囝，我是第二后生，我某是后生，伊去大医院，迄阵无遐严重啊。但是本来就是这个情况，阮叫死去啊！你即摆目睭无看，你甲搬走要走倒去，忙无咯。哎呀，搬走忙无咯，我无偌久就来转去啊！哎，准备只楼下楼顶走啊，隔壁厝边隔壁拢来开讲啊！啊无，大家拢去上班，你安怎样啊？啊，你会感觉伊即摆咧做恐怖的形象？袂啦，你嘛楼下人拢甲摕来甲来甲楼下。虽然目睭看无，阿姆哥甲后生孙仔斗阵大，搁有厝边兜斗三家的日子，阿妈过了真满足。也毋过，每一届若提起已经失去联络十几年的查某囝，尤原是阿妈心肝内上大的疼。这差不多四十岁左右吧。伊个十几年无看到啊，嗯，系啊，又要转来找我，我要转来找我啦。伊即马57吧，阮母仔囝相依为命，阮因家，阮大汉的咧趁，伊嘛是咧趁啊。伊就14、15岁啊，伊会当去工厂去做工课啊，伊就趁转来加一起家庭啊。生意做无好啊，出去才无回来啊。为什么伊拢无要回来甲咱看？叫伊若有想着我，伊就回来甲我看，安尼就好啊。哪有啥？看到伊嘛无啥物话通讲话。伊刚问讲啊，你是安怎？即卖是好无？吼？啊，你是安怎较久无回来？啊，即卖生活好无？老母关心就是安尼尔嘛。有啥物通关心伊？你拢感恩老。秋月阿嬷的目睭虽然看袂到，出门就无方便的，但是有厝内人的爱，有厝边头尾的关心，也佮有对环保的坚持，予阿嬷有满满的勇气，大步向前行。阿嬷讲，就算讲伊的一生都要过去啊，伊啥物拢无咧想，敢若想环保，每一工过甲欢喜，无烦无恼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的收看，期待后一届有更加侪温暖的故事。也当跟大家到底来分享草根菩提，我们下次见。做啊，你也看过，你学起来，哎呦，哦，你也看过啊，对啊。叫你学起来。看过，那你就小流来啦。对啦。不要看见了，我不好意思。